志远奇趣频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东华 channel 的真人 show。 嗨，我们是两兄妹。今次的节目我要介绍他爸爸，都是他的爸爸，同埋我哋爸爸嘅爸爸，即系爷爷。咁仲快啲去片。Yes， 我嘅爸爸系一间宠物店嘅宠物美容师，即系帮啲喵喵同汪汪剪毛毛同冲凉嘅人。爸爸话做呢个工作要好有爱心同耐性先至得噶。系啊，因为啲喵喵同汪汪好怕陌生嘅地方噶。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表现得很恶或者很害怕，但是我们的爸爸很有爱心的，所以喵喵和窝窝都会很听话，给爸爸为他们剪毛毛和洗白白。至于我们的爷爷是一间旧式理发店的发型师，或者叫剪发师傅。爷爷做做师傅已经六十几年了，到而家都未退休。我哋嘅头发都系爷爷剪噶。我最中意坐嗰张剪发椅，可以升高同降低，好似坐太空船咁噶。爷爷唔只会剪头发，仲会洗头同埋刮胡须啊。是啊，我每天都要爷爷帮我刮胡须。女仔是没有胡须的。我们今集好不好看啊？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赞好和分享。我们下集再见。